位现场媒体朋友、好朋友，还有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晚大家好，欢迎大家莅临我们今天 Notorious 恶名昭彰、鬼灭之刃首次联名的《纵使我身形俱灭，也定将恶鬼斩杀》的活动记者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花花。首先，在活动一开始之前呢，先让大家用热情的掌声来邀请我们的东方之美、台湾首席的女子国乐乐团——我们的无声乐团来到活动现场，掌声邀请我们无声乐团为我们的活动揭开精彩的序幕哦！今天无声乐团将为我们带来的表演就是我们的《极乐净土》，掌声欢迎！我热情的掌声，谢谢无声乐团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们请我们团员刘布帮我一起来到舞台前方，好不好？跟我们现场的朋友、还有媒体朋友以及收看直播的好朋友们打声招呼，自我介绍吧。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声乐团的柳琴手，我叫希娜。Hello， 大家好，好。大家好，我是无声乐团的歌手和舞者，我叫云云。大家好，好。大家好，我是无声乐团笛子乐手温蒂。温蒂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无声乐团的二胡手兼舞者，我叫 Fuchsia 福夏。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无声乐团二胡手滋滋。哇哦，每位都是气质出众、才华洋溢呀、啊！想必各位有没有看过我们《鬼灭》的动漫呢、啊？有，都是粉丝的意思了，没错。那今天有没有非常期待？其实今天除了电影上市之外啊，我们今天的快闪电也在今天展开了序幕了。对。哦、那等一下活动结束之后，记得去快闪电来快闪一下下，没问题，没问题。哎、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无双哦，有没有觉得我们鬼灭里面的角色啊，最象征我们无双乐团的哪一位呢？当然是祢豆子啦！你看我们团员可爱吗？可爱，我知道，因为线上的朋友没有办法回答，我代替他们来回答。没错，娇小可爱又温暖的心啊，没错啊。听说无双乐团今天为了记者会，还有准备我们第二段的演出吗？有有有。有，好，那我们掌声先谢谢无双乐团，我们台下稍作准备哦。Okay, 谢谢，谢谢，掌声谢谢我们无双乐团，谢谢。好的，感谢无双乐团为我们今天的记者会揭开了完美的面纱哦。那今天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 Notorious 创办人馆长呢没有办法出席活动现场，与大家一同来揭开我们快闪电的神秘面纱。这个时候馆长也非常贴心哦，特别邀请了我们的小雨还有小勋来到活动现场哦。我们用热情的掌声邀请小雨跟小勋，欢迎！哇，邀请两位来到中央啊，来来来，我们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的，我好紧张哦，这个没有。哇，大家的掌声可能不够热情，是不是？来来来，再一次，哇，欢迎小雨跟小勋。嗨，我们的铁粉，铁粉。哇，铁粉，铁粉，我看到衣服了，没错没错。听说今天两位来到我们记者会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不是？是。没错。哦，那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带来馆长的祝福跟问候吗？没错。好，那我们撤到旁边两旁，一同来欣赏馆长所带来的祝福问候影片吧，请看。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来参与我们的《鬼灭之刃》的快闪电的计划。那我们所有的商品都是经过跟日本版权这样子前前后后设计了半年以上的时间。然后我们的品质都是台湾制造，然后大家都知道，有买过的粉丝都知道，馆长的衣服品质非常的高。那由于馆长因为枪伤的缘故，所以没有办法出席这个活动，但是还是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跟爱护。那日后呢，也请各位粉丝呢持续的支持我们。那希望今天大家来呢，可以挑到你喜欢的商品。谢谢大家，谢谢。哇、wow, ，谢谢馆长的用心啊，诚意十足，诚意十足。那请两位再帮我回到舞台上的中央哦。其实今天呢，不管是馆长的粉丝也好，还是我们鬼灭的粉丝，都其实非常好奇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可以让我们的恶名昭彰跟鬼灭之刃完成这次的联名呢？就因为馆长本身也很爱动漫，对，是。然后有一次是他跟我讲说，你有没有看过一个漫画？然后在杀鬼的，我说啊什么？然后我就开始，因为馆长告诉我，我才去看《鬼灭》。
之后我们公司人大家就很爱这个漫画，之后后来就提起说，哎，有没有机会去联名？之后就找到我们台湾的代理商木棉花，之后就跟他们就是算谈了蛮久的，之后后来就也很开心能够一起合作，然后做联名快闪这样子。听说我们的联名快闪是全台湾独家的快闪店，对不对？对，是服饰类，服饰类，台湾的服饰类，我们是第一个签约，也是独家，在2020年，对。哦，所以如果想要索取我们鬼灭跟我们恶名昭彰联名快闪的朋友，务必要来到我们快闪店了。那其中当中这些联名策划这么长的时间，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哦。就因为我们是2020年，去年2019年年底开始谈，然后那时候年初的时候本来已经东西都准备好要开始送审，只是遇到疫情。所以其实我们前后其实年2020年年初就已经都设计完毕，那因为疫情的关系，送审中前前后后对了超过半年以上，所以才延期到今年的冬天。我们本来六月就要做了，对，那也很幸运啊，就是送审，然后就阿里阿扎的事情都有办法解决，然后也可以办成今天的快闪这样子。真的真的，我们再次以双手热情掌声感谢我们的小雨跟小诗来到台前跟我们分享哦，谢谢。我们两位台下先稍微休息一会哦。非常感谢小雨特别跟小诗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了一些秘辛的精神等等。刚刚也提到了我们快闪店是从今天开始哦，28我们今天，然后明天还有到我们的11月1号，对不对？总共为期3天，下午2点钟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钟哦，所以如果还没有来到快闪店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限量的联名快闪店，就只有在我们信义香堤大道的部分哦。那希望我们的快闪店呢，都可以业绩长虹哦，一起来帅翻我们的信义香堤大道哦。好的，那馆长除了安排了我们的小雨跟小徐嘛，除此之外，馆长也很用心哦，也特别安排了，就像我们鬼灭主角兄妹俩互相扶持，种种精神共度难关的皇室兄弟也来到活动现场了，让大家以最热情的掌声欢迎我们最温暖的皇室兄弟哲哲跟伟伟，欢迎两位。大家好，我是伟伟，我是哲哲，你好，哲哲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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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我们台下的媒体朋友，还有直播前面的粉丝朋友，别忘了跟我们打声招呼哦。Hello， 对，我们今天的活动非常盛大，除了有现场，还会有直播的部分哦。嗯嗯，那刚刚两位有没有去逛过我们的快闪店啦？有，已经都逛完了。而且其实我们自己就已经带走了2件了，对，我们今天现场已经挑完了我们要的商品。那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商品被你们选中了嘞？因为这一次快闪店除了现场可以买到的商品之外，还有几件是可以预购的，对，所以我们呢除了挑了预购的，我们也拿了几件那个快闪的，就是现在可以买得到现货的商品。那你为什么要选那一件？嗯，我选的是血鬼术的一个符咒，就是木影的一个一件 T 恤。对，对我自己很喜欢。然后你的话应该是吊嘎吧？ 对， 对，他自己很特别，他自己很喜欢使用血鬼术的。对，因为大部分人应该都是那个吧，就是鬼杀队派的。可不好意思，我是鬼派的。哦，原来原来。那如果有一天呢、啊，两位可以变成我们鬼灭里面的角色，会最想变成什么样的角色嘞？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来。我自己嘛，我自己很想要变成那个富冈义勇，水柱，对，水柱，其实他一开始就已经出现过了，然后我对他印象最深刻，其实就是他的外表，他其实很厌世，对，但是他其实内心非常温柔，非常澎湃，而且他对于一件事情就是勇敢的去执行它，但是呢，他遇到一些挫折或状况的时候，他其实会知道变通。哦，感觉就是象征哲哲自己的意思。对，我觉得很像你个人的人格。对，其实他是水瓶座，我也研究到这个地步。哇，透彻透彻。那我们的伟伟嘞？我的话，我喜欢的是朱氏大人旁边的玉石，对，那个他旁边会使用那个木影，然后还有一只隐形猫玉石郎，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是、他的象征就是他就是守护着朱氏大人。然后他整个故事啊，他就是从生重病，然后之后呢被作为鬼，然后可是他们不用吃人肉，只要少量的人血就可以过活。对，他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目标，其实选择蛮特别的，很特别吗？对，其实比较少人提到。对对，原来其实鬼灭里面有非常多的角色，都可以让大家去喜欢，找到自己的挚爱哦。对，那听说其实两位已经看过我们的特映会了，对不对？无限列车篇嘛。哎，不能破梗，不能破梗。这个时候不能说电影的桥段，但是我可以问问看，两位最喜欢动漫的什么桥段，好不好？动漫里面的吗？对，动漫里面的，动漫里面的，没错。其实我自己，我非常我知道，就是打斗画面真的非常华丽，但我自己是最喜欢就是九柱全部聚集的那一刻哦，会让我觉得好像是我们自己团队，然后全部站在一起，然后要出发解决任务。哇，很像工作狂会讲的话，对不对？干嘛这样？象征你们的精神，屹立不摇，团结一心的那种感觉，统统都在这边了。好，那今天我们两位来到活动现场，一定要放福利给大家，对不对？是，所以我先请工作人员帮我收一下麦克风，好不好？好。对对对，来，我们两位两旁这边，来，稍等我一下，两位在我们台前中央稍微留步一下，因为今天不管是为了我们鬼灭的粉丝啊，还是我们线上粉丝朋友，我们特别准备了神秘礼包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我请工作人员帮我们递上神秘礼包，邀请哲哲跟伟伟帮我在礼包上面先各签一个名字的部分哦。我们先签个名字，大家不要担心，我们稍后会让哲哲跟伟伟在每一个礼包上都签名。我们先各签一个名字来象征我们这次合作的决心跟意义。好，我们都签完名了吗？请工作人员帮我收支笔。那我们请两位可以帮我展示一下我们的礼包，好不好？给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是直播前面的朋友可以捕捉一下画面哦。我们的这个神秘礼包呢，总共会有五个，里面会有限量商品，而且还有我们哲哲跟伟伟最有温度的亲笔签名了。粉丝们要如何获得呢？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恶名昭彰的粉丝团专页，都会有相关抽奖讯息哦。感谢两位，我们台下稍微休息一下，谢谢，我们台下稍微休息。哇，感谢两位今天的分享参与哦。那还记得刚刚有锁定我们线上抢先看的粉丝朋友吗？没错，接着下来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鬼灭特配员最强、最无厘头、最无极限的反骨男孩来到活动现场，掌声欢迎反骨男孩！哇，大家好！我们的酷炫、培根还有 Aris， 大声招呼吧！大家好，我们是 Wacky Boys and Girls， 我是酷炫，我是 Aris， 我是培根。哇，邀请三位来到活动现场，真的非常热情，刚刚三位已经带领了大家抢先看快闪电了吗？没错。好，那快闪电有什么样的商品值得大家必须要收藏，必须要一定要买的，有吗？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觉得那个迷豆子的浴巾一定要收藏一下，尤其洗完澡，来擦身体真的非常好用。这个是宅宅的发言。对，这个不好说，不好说。但其实包含我也非常喜欢 Mizuko 的任何东西。都非常可爱，刚还有一个是那个大浴巾啊，九柱的浴巾，对，九柱的浴巾，那个反而是我觉得最需要收藏，对，重点是九柱，对，可以浴巾抱着睡觉，也会有练柱抱着你睡觉。瑞士人喜欢什么？我喜欢帽子、衣服还有袜子，上面有那个哇，是在这边哇。它是长袜，所以它后面都有脚上面都有写得很清楚。对，哇，穿着一套刚好直接去看电影了，对，来买。是，哇，那大家都有非常多想要买的商品之外，其实会不会还期待鬼灭可以跟馆长一起再合作些什么样的产品给大家嘞？当然啦，好希望啊，我希望可以出一个什么刀吧。这刀应该不太好卖。开始刷留言，安全的什么什么东西。对，但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这件外套了。哇，我们要特写一下这件外套，有够帅，非常中二。所以我觉得，如果一群人，可能十个人全部买这一件穿出去，就鬼杀队。很帅、欸直接来现场表演劈石头吗？对，直接现场，然后不然就是直接晚上一起去夜游。哇，一个团队出门啦，直接上山出刷，没错、哦。那我请反骨男孩帮我们推荐一下喜欢我们《鬼灭之刃》的一些理由吧，还是原因？哦，我觉得喜欢《鬼灭之刃》的粉丝不能错过，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有些联名出的，好像很似不像，失去原作的感觉，可是。这次恶名昭彰跟鬼灭之刃合作的产品，我刚刚看到每一个都不失原本的风格，然后包括有一顶渔夫帽，它反过来就是那个炭治郎的衣服的
配色非常好看，我觉得很推荐。哇，一定要来看！我们现在只能口头形容，让他们自己想象，一定要来到我们的联名快闪店。因为它就只有三天，而且你知道这三天，其实说实话，网络上就已经卖超好了。为什么要办这个三天快闪？其实是为了所有的粉丝。你如果很急着不想要等东西到店到店，你直接来这边买。最快哦，没错没错。那我要推荐一下最喜欢鬼灭的动漫的哪一个桥段给大家？来，哪一个桥段呢？那就是背妹妹的桥段了。哦，好，我们现场表演一段。好，那我帮你拿个麦克风，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好，来来，然后配个故事。其实我比较想背主持人。哦，主持人比较重，有500公斤。哦，没关系，最近有在练了。对 ，OK OK。我最近都去那个健身房练到三更半夜。嗯，没错没错。哇，感谢我们反骨兄弟跟我们分享这些好玩的场景、特色等等。那这个时候，粉丝，主持人超可爱，他刚说反骨兄弟，男孩，我刚刚被吓到了，因为他要背起我，没有反骨男孩，这样大家都会记得他们了。没错没错。好，刚刚有粉丝福利，所以我们现在也会有粉丝福利给大家，所以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个麦克风啦。那请三位留步在舞台前方，不要离开哟，因为我们一样要请三位帮我们在我们的神秘礼包上进行签名的部分哦。那我们签名礼包大家不用担心呢，因为刚刚皇室兄弟也会有签名在上面，所以大家抽奖抽到的礼包会有神秘限量商品之外，还有哲哲跟伟伟的签名，还有酷炫培根跟Aris 乐腾腾的亲笔签名哦。好的，哇，好可惜，今天我们 Aris 没有擦口红，不然就要来一个唇印了。对，等下台下补个口红，有没有？大家想要拿有唇印的神秘礼包吗？想，我听到声音了。好，那我们一样啊，其实是培根的唇印，是不是？好，这个部分就邀请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我们请三位帮我看一下我们前方摄影镜头，捕捉一个难得的画面之外呢，看一下我们上方哦，也会有直播的好朋友们。如果想要索取到我们神秘礼包的朋友，别忘了继续锁定我们二名招彰粉丝专业的抽奖活动讯息哟。好，都拍完照片了吗？好，前方再看一下。好，请三位留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收个礼包的部分，好不好？因为其实现在活动也来到了尾声的部分，所以就要邀请大家来进行大合照的部分了。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反骨男孩来到我这侧。我们不要下台，不要下台，你要在台上拍大合照，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好，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的皇室兄弟，还有我们小雨跟小勋一起来到舞台上方了。我们皇室兄弟在这边，小雨跟小勋，还有我们无双乐团，麻烦帮我来到舞台前方。小雨跟小勋，我们来到舞台的中央，好不好？象征着我们这次联名的合作。那请无双帮我来到舞台前方。对对对，不用担心。对对对，我们等一下会瞧一下位置，这个时候请工作人员帮我递上拍照道具。那大家，我摄影师帮我瞧一下位置，我们大家往前一点点，左右两边、侧边哦，都可以帮我露出帅帅美美的脸庞。我们一起看一下前方的摄影镜头，来为我们的今天的记者会留下完美的落寞。看一下前方镜头，好，看一下前方，好，我们先看前方。好，一二三，之后我们请大家把目光放向我的左手边，左手边也有粉丝朋友，捕捉一下左手边，来，一二三 ，OK， 把目光放向右手边了，右手边，右手边，好，一二三，好，有没有还没有捕捉到画面的媒体朋友，帮我举个手，我们再回到画面前方，好不好？来到前方的部分，前方。正前方，来看一下前方镜头哦。今天非常感谢，不管是反骨男孩还是皇室兄弟、无双乐团三种不同的组合一起来到活动现场，还有小雨、小勋。好，大家都捕捉到我们完美的画面了吗 ？OK 吗 ？OK 吗？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次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所有的活动现场，请工作人员帮我收一下我们的拍照道具，谢谢大家。那我们先请我们的反骨男孩还有皇室兄弟先帮我留在舞台前方，我们再次感谢大家。感谢我们的皇室兄弟、反骨男孩、无双乐团、EC Life 的友情站台协助哦。那我们三位，不要急着走，等一下呢，就是我们稍待一会的一个媒体联访时间了。所以如果有需要媒体联访的朋友，都可以先来到我台前这个地方。那如果需要平面的媒体联访的朋友，可以帮我来到舞台的左手边呢。那记得，因为今天是我们二名招商《鬼面之刃》的联名快闪店的一个主题来进行提问，其他。
他不相干的问题，我们一律不回答哦，以免模糊记者会的焦点了。再次感谢大家，如果所以需要媒体联访朋友，都可以直接来到台前喽。现场有需要媒体联访的朋友吗？我们可以来到台前的部分喽。不管是我们电子媒体联访，还是我们平面的朋友们，有吗？好，如果都没有的话，我们大家是不是还想要拍照？我发现每个粉丝都在一直看我，一直看我，一直看我，我怕我等下走不出去。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左边，来扫射一圈了，十秒钟扫射一圈左边了。来左边，十秒钟，来一、二、三，笑眯眯，有够帅，有够棒。来，慢慢往旁边扫射，扫射，我们一起转转转到中间。好，最后我们来到旁边喽。好的，好，再次热情掌声，感谢我们几位，谢谢。我们预祝我们今天的联名快闪店业绩长虹哦，一起帅翻我们的信义香缇大道了。我是今天主持人花花，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